哎，过年家里会问你，会问你有没有交朋友啊什么的吗？交朋友？交女朋友什么的吗？他们不太关心我这种事儿。从来不问吗？这不太关心，这不太关心，一直都不会问啊。那可能就是之前在就是这一块挺让家人省心的啊，可能是这意思。只会这样啊？你们真的不能这样。关注我的作品啊，离四周远一点。对啊，关注作品，勿上身真人。董董，你家人会问你吗？问啥呀？过年家人会问你吗？好吧，你多大呀？我比你大啊。真的？你不八九的吗？对，我八八的。看不出来，我一直以为是个弟弟。你以为是个弟弟？我以为他是个弟弟。哎，你就觉得在这里面，在这里面，看，就除了你之外，就是看外形谁最年轻？谁最年轻？何老师。会骂人啊，会骂人。怎么了？这个回答为什么你僵住了？我问问你问题，以后我要这样的，谁最年轻？何老师。而且被误会是经常有的事儿，比如今天的你。